你帮我离开，敢不是为着要利用我？啊，这个社会哦，谁不是利用来利用去啦？互相利用对大家拢有好处嘛。兄弟啊，为着要替你母子讨公道，敢会做了伤过头？啊，江中人即马凄惨落魄，敢若剩一口气呢？你若不是赶紧做些转型事，将来会休去哦。伊希望我的母子啊，我阁要替伊进行什么转型事啦？不过我真愿意安尼做，毋那是为着要救我的莹莹，嘛是因为我会当阁杀伊一摆。一旦害死冤仇人几啊摆，迄种感觉，不敢若当害死一摆，是阁亏我几啊百倍。甲人害一摆都有够啦，你嘛卖笑过头啊！啊，讲到江中人啊，伊若转身变作别人以后，才会当解救你的查某孙啊。而且万新敏嘛无可能甲迄个别人安怎，对不？也阁有哦，我会付你一笔钱。把你全家伙出国重新升官，你看安尼是不是大家拢欢欢喜喜啊？啊！我想要安怎做，不是你会当滴滴嘟嘟的。你又讲一摆，你江中人想要转型对什么人心上？叶永志、江超强，今麦乖伫咧看守所。江超强。听讲伊嘛讲伊安尼过来过去，看来当转型员我都要较辛苦淡薄啊。过去甲转型对江超强身上的江调令，搁抬一遍。啊，若无阮查某囝甲阮查某孙去伊偏去，敢是伤过半面啊？那你真正是讲袂春天，算数起来啦。啊，即马只有行一步算一步啦。为这个少的，到时阵嘛有可能改变主意，规家伙拢出国对无？计划免讲啦，你爱我甲江超强带来，我会想办法。啊，不过我需要钱嘛，需要人，等我计划好啊，我会通知你。嗯，我有替你准备一个所在，我你会当安心伫遐计划找人。较早你甲陈忠信迄阵人行入去的地馆，我甲伊包落来。是外口故事讲，暂时停业，啊做个敢若内底咧中心装潢的款，其实内底无人。你若是要处理代志，会当去遐。你要来知影迄间地馆？江忠宁捌去过，伊捌对我施展法术。伊就是挂挂，就是伊啦。伊知影代志，我拢知。原来，你就是江中人的分身啊！林姐，万一我若帮助伊，死狗伊若作法，我变作伊的分身是安怎？这个人袂当留，绝对袂当让伊转心。好啦，你嘛小理智淡薄啊！你叫是讲施展法术遐尼简单，顶摆为了要控制你，母家吼虚咧咧，后来呢分心乎我，唔只鬼人安尼软糊糊，甲普通人同款。为着阮莹莹啊，我啥物拢敢，我根本都唔惊迄老妖精。对啦，安尼唔只有气贴。我是希望江总咧，你当提供我资金甲技师，啊若无，我们来有材料，替你介绍去对江中人。甚至是出伊的性命。好啊，哦，卖什么代志，拢牵拖着我。老东西，你应该有本事啊。若无，是会带头走出来同这番。哪有可能会当包这间这么大的茶艺馆做秘密基地？哎，是谁给你赞助的？哥，你是我出师傅。上啊，亡命之徒有接触啦，甚至提供伊逃亡的资金和帮助，到底你想啥？
放心，你较冷静的，俊仁是我义弟，伊是家己人，伊是对我来，唔是针对你，你千万莫误会，吼、哦。那呢，你这义弟都是女鬼，你敢知影？先怎啊？我今日去对付江中的计划失败去，都是伊甲陈文尧也阁讲笑我，带进攻过来掠我，阻止我甲江中人带走的。我向你挂保证，俊男绝对袂反背我。啊，这电话一定有啥物误会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多快承受来，好无？莫紧张啦。我今日哦，就算讲是雷杰民主啦。以后叫你一个小弟，莫喊是敌人还是家己人哦，拢慢慢分不清楚。我知啦，当然无问题。你当物件拢存了齐全，这个通知我，如今如何？哥啊！我是认为哦，尽量卖甲万条万这种无名之徒有接触啦。以后袂甲你讲啥物人情义理，为着要生存，伊随时拢有可能反背你。干妹，阿姨，阿姨，我顶多认为，即个开阳就都杀人的计划袂歹。开阳借着万条万这只出头只，替咱出面除掉江中林这个顽小人。啊，咱徛关山看要烧塔，唔免负任何责任，安尼有啥物唔好呢？阿姨，代志哦无遮尔简单解决啦。我亲眼就看到万条万对江中林的手段偌粗残，若毋是阮甲警察有交到位，一定毋是要干呐。对毒鬼刀这样简单就准毒手，阿万不理解的过程中，万条万去伤害着无辜的人，阿你的良心敢会得过？俊仁，阿讲来讲去，你就是第一替江家人第一烦恼嘛。这是万条万甲江家因的恩怨呢，是江中林伊家事先去掠万生命的，欺骗伊的感情，伊去用算账，这嘛是应该的啊。阿姨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无你是啥物意思？你只是面膜啊，生到甲江英团同款，但你也唔是江家的人啊。无关你的闲啊事哦，你就莫把迄无必要的感情放入去啦。有听到？阿姨，我无。你就是有。进前你大所大言，做业绩的报告。替陈文尧洗清罪名这件代志，我都已经无想要跟你追究啊。后来江超越为着要查迄查鬼的代志，去便宜卢少怀，你嘛是替江家第一讲话，你一点仔都无顾虑，少怀身体是不是会堪的？无猜我这二三十年，我是安怎把你当作家己亲人第一看待？你煞愈偏去外人遐去，你爱我安怎想嘞？阿姨，阿姨，你千万唔当怀疑，俊男对江家的忠心，我相信伊绝对袂反背咱的。我向你挂保证，我对俊男这义弟有百分之百的信心。看嘛呢，要唔过我拄只听到的，俊男连你要甲万条万合作的动机，伊拢第一怀疑呢，甚至佫想要考卷你。促销对万条万的帮助。哎呀，那是阮的兄弟代啦，我向伊解释清楚，啊，得到伊的支持，唔免阿姨加操烦啦。江主任既然讲话，敢会算话啊？搁再讲哦，恁两个冤仇遐尼啊深的，伊即卖是需要你替伊做这还款的代志，那你专心成功了，答应你的代志，敢会遵守啊？啊，一点哦，免你烦恼啦。我会伫个边啊，甲点条条，目睭金金看伊转身成功了后，将你念白有解读，然后安怎？
你莫搞问候，那若无，我会互你继续困去，一直到黄文斌出现。你唔讲我嘛知影，你要等伊家因个皮肤解毒了，才对伊下手着。少年个，你想搞话啊？一点哦，我无介意哦。你较冷静个，我有办法会当救伊个。你讲你有办法？我看你哦，惊到要死啦！讲到水甲全泼，你哩是想骗我吼？我哪会当用我家己的性命去保护伊呐？我哪有可能替伊的性命讲生笑？你还相信我？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莹莹妈妈，就是我上要紧莹莹啦。你唔知影，江崇会对伊下手，迄是为了要甲斗相共，会当摕到世界集团的股份，安怎会对莹莹？就有温情啊！转身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有温情人的血。江崇真有可能对因拍这款的主意啊！这空中你哪个骗我？我即马就来服侍！你看你真啊！江崇啊，即马死的因嘛无命通活啊！这人讲话。那反皮反倒啊！我无，是你唔知影什么是重点。你若即马去找伊哦，就是破坏一个布局，一个会当让莹莹继续活落去，阁让江崇仁转身失败的布局。你想我是解释清楚哦。江中林若无得转身，那咧阮莹莹的皮肤，啥物人当解毒？王玉金，被送回来。你要做的，这王文金本身都已经有江中人的分配呢，伊就等于是江中人呢。你若无要让江中人转身，这王文金一定袂放你煞，安尼我伊毋是更加无救啊！你较认真想看卖，你即摆认足着急，你着乖乖配合伊，等甲全身所有条件拢传遍遍，到时阵你着当面毙命，甲江崇仁压掉，搁逼王文金解毒伊个病，伊着有救啊！敢有法度？我爸教伊做法，绝对无问题。然后呢？所以，我才来处理江崇仁。安尼，我就有挽救人的火啊！江崇仁若死，王运金就解脱。到时阵，阮金人的火嘛传遍遍啦，我就当专心。迄灭火，就是我家己。你刚要专心说的，我早就摕到江崇仁的法术笔记啊，我是最好奇的。我把试过陈通俊、林子倩、罗志汉，啊，佮王如奇，只介我一点成功。你就是我的走一手啊。我刚有讲要答应你啊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我若专心成功。我们集团就是我的，到时阵我摕迄股份，甲你、我、因的妈妈，还有林木丁、慧娟，咱全部拢出国去享受，迄钱哦，食三世人都食袂完啊！若是安尼，我若是阮应该当恢复健康，可以当甲这伤口的钢铁人拄掉，这真是一剑利高。那呢？你的勇气什么的？陈文瑶，陈文瑶，没那是你。陈文瑶是江超越未婚夫啊，那是无什么意外。江崇仁今麦一定把环宇集团搞好，王运金阿哥有超越管理啊。所以是讲。叫陈文瑶甲江超越两个结婚，咱的欢喜集团就等于是陈文瑶的啊，是啊，这我改。